3月30、34日一连两天在小巨蛋完成两场演唱会，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朝圣。除了高龄93岁奶奶先生外，许多演艺圈大咖也都有到场支持。不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夫龙承翰，也特别和日本男星藤冈电一起现身演唱会，同时两人也在小巨蛋外与演唱会的看板拍照。事后龙承翰也发文写下，和藤冈电一起看演唱会，魏如萱还是超赞。舞台也赞，乐手也好棒，大赞就是一场很棒演唱会。而娃娃看到前夫发文后，也大方在底下留言回应开心，并附上个爱心符号，让不少粉丝看了纷纷表示，两人离婚后还是能维持好关系，实在很不容易，真的是最佳离婚典范。